桶人大战监控人。真有人玩这张地图吗？我操！那我倒要看看是个什么情况。哇哦，好久没玩过这么简陋的地图了，这地上的是啥？我靠，这玩意儿还会扭动，这么神奇吗？让我看看，这个马桶里的是马桶人，冲一下就下去了。躺着的是监控人啊！恍然大悟，意思是要把马桶人都冲下去。那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冲马桶。这里需要电箱子上去才可以按到按钮。接下来用大炮轰开门。你别说，这监控人吃的挺好的。不是他有嘴吗？不然这里有销毁，大家要小心，踩在这些物体上面就可以过去。虽然看起来很乱，但是乱得很有美感。接下来这条路连着踩就好了，把这些马桶人都踩下去，还是挺解压的。快点！过来后，电箱子上大马桶，将大马桶的马桶人冲下去。右边有空墙，走不了，只能走这里。哇，冲下去了，走传送门。然后是一段非常小的跑酷，轻轻的，轻轻，轻轻松松就过来了。然后我们就到达终点了。地图还是蛮奇葩的嘞。